走走走。哎，时间还可以。哎，你们两个新来的，你在干什么？扫地箱扫啊？来，给我给我。你怎么一个拿扫把，一个拿畚斗？看到没？扫地要这样子，一个人拿着这样，看到？你这样才扫得起来嘛？你两个人怎么扫啊？一天上班啊？哎，这个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够干净了。还有吗？还有吗？还真的啊！拿着，乱七八糟。有看我员工？都几点了还不来？不知道你经理的标准，要提前半小时来公司才算准时吗？哎，你看啊，再三秒就要迟到了。三、二、一。各位亲爱的每一天早晨阳光明媚满满热情活力带领着各位迎接所有工作要加奋力往前追只是确定让彼此往前至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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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是大家都说我比较像刘德华，可以是，很棒，来上班，是，非常好，非常好啊。点我一杯忘情水，欢乐。不对啊，小蔡，说很多次，怎么现在只有你轮到啊？跟经理报告一下，是因为经理曾经说过，在早半小时之前到才是准时的，全公司只有我准时。就你最乖，等下给你奖励啊！来，好好工作啊！好。那个经理去找个东西哈，好好上班，不要偷懒啊！好。去哪里？想说昨天就不要去跳舞。哎，你怎么找到啊？上班准时是我们的职责。马屁！那是因为经理也没有半夜两点打电话给你。你又知道了？你知道？半夜两点打电话跟我讲什么吗？他说：“喂，子柔啊，这个案子就交给你拿下了啊，我全公司就靠你了。”该不会是那个钱少干嘛你拨电话？钱少事多离家远的那个吧？我想说，拜托经理，案子绝对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的话，我们公司一定会损失惨重。好险经理叫我一定要把案子给拿下来，又让我再度跟进经理呢。经理早安，我都没有看到你。啊、早安子柔。早安，亲爱的长官贵宾们。记录纸本在哪里啊？我知道，我知道，在会议室，我去拿。好，好了，那个李欢，刚刚东西要给你，还没给你。啊、来，奖励你的，每次都最高到啊。那马夏的水蜜桃是那个皮包多汁又香甜的那马夏水蜜桃吗？答对了，这盒都你的啊。不错啊，啊，赶快坐下，我刚刚手机还没找到，我再去找一下啊。不好看啊！经理不在啊，吓死我！学姐，你早上要我买的饮料太好喝，我喝完
谢谢哦。学姐隔班有两点要我做的资料。哈哈，谢谢谢谢。哎呦，做的不错嘛。不过啊，经理等一下来看到你迟到，他就会骂你哈。迟到？哈，我才不怕嘞！我跟你们讲哦，我上礼拜发现一个新大陆，我超级厉害的。你们等一下看到，你们超佩服我的。首先，经理的平板。啊，你们两个不想看了？快点啦，这个很厉害耶！美女们，哦，干嘛啦？不要浪费我时间。好，反正呢，我就是先登入经理的系统，然后输入我的原编。人边跟我讲，人边跟我讲啊！12465879-6279-8862-568816342。哒啦！干什么？你还要我改？人边，人边。三。5470，我是经理。哎，菜鸟，就跟你说了，上班准时是我们职责啊。诚实才是美德嘛。我想说，我发现这个漏洞，先跟你们两个讲，然后再跟经理讲。经理，你来啦，我都没有看到你。三个眼睛，六只眼都看不到啊。三个六只眼睛看不到我，是不是啊？蔡长。上礼拜少两天是不是？下星期啦。你好，上班了吗？可以。小心有墨算的水蜜桃。子柔。经理。子柔。经理。子柔。经理。跟你很熟啊，回去上班。哎，那个值日生菜鸟，来坐坐坐坐坐。经理。你很有品味，你的平板怎么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对啊。仔细一看，这不就是我的吗？我的平板你也敢乱动，调皮捣蛋，乱七八糟。你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哎，我知道了，全体起立，站起来，预备，预备，起。1234567，我们是快乐的好儿童，身体好，精神好。清洁有礼貌，人人见人都喜爱。记下记下记下，瑞迪 go。这样很好啊，人很棒。菜，菜长你坐吧，子柔坐吧。菜长啊。嗯，是。你的报表我看不太懂哎，你的业绩很好啊，你为什么每一盒水蜜桃都被客诉啊？哦。那是因为客户想要问我们的水蜜桃是不是都是甜的，然后我就每一颗都咬一口，是甜的，就把它装起来送一盒这样出去。每一颗都咬了一口？嗯。那不甜的那些呢？经理，那些水蜜桃都跟我一样甜。蔡翔，我跟你讲，我们的水蜜桃没有不甜的，下次不要乱咬。哦。哎，太过分了，子柔，你上班玩手机啊？哇塞，你怎么卖这么好啊？当然，是我们来自高雄的杰哥跟我们购买了100盒，我们在这边掌声，谢谢杰哥，谢谢。哇，太好了，哎，好保持，好保持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啊！那个，继续了。戴耳机，戴耳机，不要影响视力，不要看，不要想其他，戴耳机，戴耳机。喂，买。不买、啊，买下整个果仁。不是哦，整座山，好，成交。你骗谁啊？电话那边没声音啊。打给我干嘛啦？乱七八糟，你们真的是哦，真是够了。我跟你们讲，我们等一下，哎，谢老板，啊，谢老板，小经理，怎么有空来我们公司啊？哎，我跟你讲，你们是干得好，这是托你们的福。我们那个水蜜桃800盒。
销售一块。啊，你是应该的，应该的，很棒，应该的，应该的。太开心了，所以我们决定啊，把纳马夏观光业务交给你们公司，把三位同仁好好处理啊，好不好？好好做啊，啊。那我们请问一下，纳马夏的特色是什么？我跟你讲，纳马夏，讲到纳马夏，一定要先讲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东西。纳马夏有一个美名，叫做神住的地方。神住的地方没听过吧？然后啊，我们那边有非常非常多的魔幻萤火虫奇境，还有丰富的多元环境。我跟你讲，连我最喜欢的那个日本当代艺术家奈良美智，哦，奈良美智，都对这边的美丽赞不绝口。而且，当然啦，而且连我们这边的景观都非常好，峡谷秘境、达卡努瓦神社遗址，还有两个很厉害的吊桥。玛雅吊桥跟纳斯兰吊桥，还有彰化林公园，这边的景点太漂亮了，都可以拿来拍摄了。你看，好好做啊，嗯。而且啊，我跟你讲，纳马夏虽然在我们高雄深山，有许多台湾人可能不知道，但它红到国外去。哦，红到国外去啊、嗯。那个宋秘书，是不是有那个什么国外的网红讲什么话？哦，有一个波兰的网红。波兰对，他有说过，他来到纳马夏的夜晚，看过去仿佛人间仙境。在晚上的时候，银河泛滥，往天空一看，满满的星光，仿佛就在另外一个仙境一样。哇，真的很漂亮，厉害，真的很厉害，嘉宾吗？好好做、啊。那校长，后续的事情啊，怎么合作？我们会议室再讨论一下。会议室吗？对，会议室。好，那个小三，带校长去会议室。好，快点来啊！太棒了，你看你们做的不错，校板又上来了，那个带上你吃饭的家伙，我们跟校板开会。靠红企划案餐具。太屌，就是你吃饭的家伙。我不是要去吃饭吗？太娘，脑袋要带。好，经理，等等我，我不然吃饭要带什么？等我一下。我们庆祝这次的业绩非常的好，等等后面都有很好喝的饮料，那我们先抢一下，我做一个红酒杯，然后一起跟我们数三二一，干杯啊！在面具的鬼，圣经说，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这样看来，寂寞有时，也寂寞也有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为了金钱，为了名利，为了成功，不断的追逐。但在这个热闹场所，我们的内心都是空虚寂寞的。不管如何，其实很苦，但最后我们还是要用爱与能量去走下去。当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需要被帮助的人。最后，也再次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支持水蜜桃，支持原民朋友，支持台湾优质的农产品。祝福大家有个美好的下午，谢谢。来看前面这边，中间这边啊，一起啊。好，来看着我们有稍微偏因为场地关系哦，所以稍微右前方的我们的记者媒体朋友们，三二一，耶！好，看一下 B1 好不好 ？B1 的媒体朋友们，来三二一，耶！好，还有媒体朋友们要捕捉画面的吗？好，来正前方，再一张，一二三。耶、yeah! ！好，还有没有媒体朋友要补充话？这边。好，稍等一下哦。还好，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再一起看一下我们正前方所有的记者、媒体朋友们，来露出你们帅气甜美的笑容。三、二、一，耶！右边这边，好，来右边，来准备喽，三二一，耶！